Turn it up now, turn it on, turn it up now, turn it on. Fashion Garage 这是一个为车友们举办的一个活动，让车友们可以带他们的改装车来展现一下。去年呢，有全台车都贴满水状的 S 上，那今年还有什么特别的车呢？我们一起去找找。只有在 Fast and Furious 电影系列才会看到的场景，各式各样风格的车子让新北市五股展览中心整个活了起来，更不要说大家关注的 Showgirls， 也太壮观了吧。我们办这活动是从 Fashion Garage 1到2到3，然后每一次都越办越好，从第一项第一次从停车场到第三次，这次在这么大的会场，就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环境，就去展示你们的杰作漂亮的车。Fashion 大家知道就是时尚，那改装车呢也是时尚，你车子弄漂亮也是时尚的活动，这样子，就像衣服时尚，那我们车子弄漂亮就是连衣服感觉是一样的。从停车场聚会到现在有上千人参加的规模，不得不佩服这些爱车的朋友。他们希望以静态的车展还有比赛的方式来推广属于台湾自己的改装车文化。在现场最炫的一台车 ，Hello， 哎大哥，你是这台车的车主吗？对啊，我觉得这台车非常的亮眼哦，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车子？可以，这台车我改的是 VIP 的风格，所以把它内装啊，整个质感都提升了，然后包括它轮圈升级，然后还有它的避震器，避震器它也会升高，然后降低这样。在音乐放下去的时候，他在研究自己改的这种风格。今天我是来找一个最炫的一台车子，那你觉得你的车子是不是最炫的？对，是最炫的。给观众去当评审啊！气压式悬吊系统，五色缤纷的气氛灯，全皮包覆的内装。阿靖哥和我说，他要的是视觉上的满足，而视觉上的满足不只来自于车哦。看看谁的大玩具可以抓住我们的目光。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车子你觉得是今天场子里面最炫的车子？三个点。三个点哦。对。铝圈，铝圈它贴钻的贴快了一个礼拜了。这多大的？20寸的。20寸铝圈。再来就是整个整体外观的泰国风格的感觉都有到位。什么是泰国风格？泰国风格就是它。夸张奢华的感觉，就是大家该有改装的点都会到，是这样。那、然后再来就是内装有22台的电视。22台的电视，你是很爱看电视吗？没有啦，就是一种奢华的感觉。那你以后要在里面看我们的节目啊 ？OK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如果不说，我真的还看不出来他是台 Camry。小张想要展现的是夸张气派的感觉。外观不但非常耀眼，内装更是豪华，重点是不会有无聊的时候，开到哪里看到哪里。
而我在努力想要达成我的目标时，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被舞台上的表演打断，看到拥挤的区域不得不去凑一下热闹，还是得回归到正题。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火辣？Get off, I'm mixing. On the table.我很喜欢美国 Muscle Car， 我看到这一台我就被吸引过来了。Yeah. 可以跟我们讲说有什么特点吗？三个特点。这一台的特色就是全台湾不到五台的车子，是一个 American Muscle Car Dodge Challenger， 它的年份是2011年，这车子非常的新 ，Western Custom 改的车子。然后我们有 Air Suspension by Air Rex， 还有 Bugatti 的轮圈21英尺。看到21寸的大轮圈，对，哇，这台车非常 simple， 改的没有很多，可是我很喜欢，非常的 aggressive。Yeah, thank you. I like the car. All right, cool.带大家看了这么多的车子，我已经做了决定。在看哪里？我在这里。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呢，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车子哦。如果你要问我哪一台车最炫的话，我只能选后面这一台，因为只有这一台才能容得下我们这些女生。